英雄。我帮他应用英雄，这三字不会轮到。为什么要演不知道，可能大家在自己的打排位都是星星比较高的，都会觉得自己特别屌，屌完后就真的屌了吧。差点心态崩了。他文打野，边路阿离，请选择你的英雄。这病毒呀，我已经割掉，无可救药的我就要死掉，掉掉。自爆一路，来个辅助。抱歉，不打辅助，打小乔。我发现我这个号好像不能打法师，都是带他打，没有轮回，上个厕所。这个雅典娜我真的怕，四千牌保一干将。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，我知道了，我这个号肯定不能玩法师，这铭文都太蠢了。打不起来，不急，那下午抓人去了。护空技能问题不大，我懒得丢二技能，丢了后蓝不够，上路去抓一波。还是打不起来，不急，想一下回中路。我们这里要出这个秘法之靴是吧，打法穿，确保一波伤害打不出来。请求集合，上路。哎，他怎么捅上去了，可爱。蝴蝶结自带招式的礼物，你不喜欢吗？请求集合，少人呢，开始撤退，人站得不齐。请求集合，他去抓上路了，我这边守一下中路，没有了。回家，这应该死了吧？啊，大招空了，
啊，应该可以打死。所有人都曾是小孩，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下路不管，发起进攻。好，不急，开大招，吹气，接一技能，再接。买装备是吧？他刚过来，我们开大招，大招有移动速度加成，加成完了后，你自然而然知道二技能能不能吹。捏一手二技能，不要空了，往这边看，往这边走，给一手一技能，吹起来。死一个，这边暴君在帮忙打，我这边一技能，哎呀呵！哎呀，打不死。请求集合。暴君没拿到，可惜。所有人都曾是小孩。达摩在蹲，这一小孩没踹到，又可惜了。没踹到人不会死了吧？吃口药不急，他下去了。看一下这一波，咱们开大招直接溜。好，他没有追，不急，刷中路。这个大招要舍得开是吧？能开就开。你看到这个情况不对，你开大招把它当加速技能也是可以的。然后现在出回响之杖，慢慢来。好，给个大闪现顶，我的天，花式操作，然后送。我的乖乖，他不动不就完了吗？开始撤退。啊！这凯杀了两个，我感觉又有神仙达摩，是我的错觉吗？是不是直接开大招？利用这个，你要利用这个小野怪的这个开大招，你优先开大招，有移动速度加成，有移动速度加成，你怎么打都能打得到别人，你明白我意思吧？很多人就是非要说，哎，我只能那种很惯性的，我非要二一大，我只会这套连招，不好，对不对？你尝试这个开大招，开大招起手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很关键，给了个大，他过来一技能刮。给了一趟，把他秒了，把他推进去了，漂亮，退完，往这边走，不急，这边大刀还差一点，先把这个兵给刮了，往下路看，下路这个兵线没人管，好，达摩又在这里烧，这个达摩阴别人不会的，比较年轻，他这个就感觉没有把别人踹到墙上过，他踹到墙上不是随便打吗？你们觉得呢？我刮他刮他，好痛，吃口药撤了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达摩的精彩操作。他击捏大，哦，大招已经用过了，应该是拿红烧用的。好，这边牛魔应该死不了，他二技能有没有？有没有二技能？没有二技能，完了，这一波炸了。好，给了个大招，差一点。好，这边有双 buff 打死了，还在推，推了一下跳走 ，A 一下二技能有没有进化？还能不玩？不能玩了吧？我一技能，一技能闪现开大，哎呀，我这开大我按错了。真的是有点烦，这一波是我开大招，这个人直接死了，你居然丢了个什么鬼东西，这不就挺尴尬的。来，上路两个人我们烧掉了，他清这个兵吧，啊，这就很关键啊。好吧，有点难受，买装备，要补梦魇之牙。小妖怪，别打我！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。真要死！哎呦，好痛！发起进攻！带出路线。他在打暴君。集合，进攻暴君。暴君没法管的，大招，我怎么办？我开大，我二技能，一技能，他把我顶开，我很烦，中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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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啊，痛痛痛痛痛，一技
囊，通通通，拉走喂，通通通走，完美，告辞。我还是先做梦魇之牙吧，不然总感觉很吃亏。你们感觉呢？闪耀人间的梦，在天涯海角。现在中路好像要被别人拆掉了。请求集合，好像要遭遇到了。往这边走，我先点一下炮车，往这边走，是不是射了一下？能不能打？能不能打？能不能打？我直接开大招，一技能再见。让那个再见的人不是我。开毒弹，行不行？吸不吸得回来？吸不回来呀、啊，要不算了吧，朋友。这一波好像并不是很明智，不好打，撤了。没有蓝的我瑟瑟发抖，这个蓝 buff 还是留给这个李白。我是买错装备了，说好的梦魇之牙呢？上路能打吗？顶一下，顶到了就有，给了个大，给了个顶，没顶到。我先开大招，二技能吹起来，一技能刮拉走位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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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问题不大，回家。我说好的是不是要做梦魇之牙？请求集合。要等。不慌、疯狂减速、完了完了完了，开始撤退啊，可以小心小心，我很慌很慌很慌啊，不慌，可以可以，闪现击吹大招唰，一技能唰，用起来，用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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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打到军了，刷中路线。有杀气，退中路，一技能消耗，死了一个，雅典娜，先开大，阿奇。我、吓死我了，朋友！啊，这个程咬金，我有点怕，有点怕。能不能打？吃口药，不急。拉走位，兄弟，我过来救你。你往这边走，这边走，你往哪边走？暗回城，哇！这人过分了吧？都暗起回城玩了。起飞了没？一技能吹一波，再起一波，给大招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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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重重重。一技能关。小走位啊，我不能小走位，还能打啊，起飞两个，一技能死，怕不怕？溜了，上路弹还在输出，还在输出，还在输出啊，可以啊，输出不动，带线带线，收到，想吓死我吗？死呀死呀死呀，回家，问题不大，帽子
游戏结束了，朋友们。那是梦的道理。发起进攻！发起进攻！发起进攻！这一把应该就赢了呀。闪耀着，不急。是的，给了个大。好痛！陈亚金断兵线，粘不住他。我这个血量如果遭遇到这个雅典娜，还是有点难打的。我们小心一点，用一技能去探讨。他果然在里面，看，起飞，一技能接大，再见，往这边，中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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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。吃口药，留给他吸血，我不打了。带一下，带一下。我现在有闪现，很好开。他们只要有人浪了，我闪现给个二技能，吹一波，给大招，再见。通通。等人。有点通。吹起，接一技能。通不通？好像不是特别通。这什么意思？呀呵，开大一技能拉走位！哎呦，我的天！我闪，我闪不动，我闪，我一技能刮，两下死了，哇！祭品了吗？真的祭品了，敌方投降，乖乖，我一死投了。Good. 玩得漂亮，下一把。